去。给他准备的是一个手捧花啊，因为他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娶她。其实我着急，我家里也着急，就是我就希望能给我一点时间。你再看看手捧花，它有一个发套，这是我第一次回东北的时候，你送给我戴在我手上的。那时候短视频上说了，说戴上这个手套，我就是已经有小祖宗人了，不能大理任何的异性，所以说我一直遵守了这个原则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也很想娶你，我也很爱你。姑娘，那什么呀？他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。啊。他说我这两天就跟个猴似的，他就是如来佛。是。给我戴个紧箍咒，就逃不出他手掌心了。你要是不娶我，你就拿走吧。真的喜欢你，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看。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。我爱你。你一直问我什么时候娶你，虽然你不相信我，但是我现在就答复你，回去把舅舅去领证。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？请亮灯啊！谢谢，谢谢啊！但是有一点，我们还是必须要理性和客观的说清楚：一段婚姻解决不了一个人的成长，一段婚姻解决不了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已经出现的问题。一切试图以婚姻作为解决自我和对方问题的人，未来都会发现，婚姻一定会骗了你，生活也会骗了你。其实不是生活欺骗了你，而是你自己选择了要去欺骗自己。谢谢。结婚的事儿可以考虑一下，再好好谈谈恋爱。如果你们觉得时机合适了，那我们也是祝你们的幸福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哈，请回。需要别的愿望。